屁股不要上，屁股上面危险，会跺脚。所以屁股要到球这边就好，这样放松。这边手这样可以扶着，有没有？可以做刹车，就这样，完全放松，两分钟，非常舒服。因为我们做事情都是往前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安全，因为它这个这种胶跟一般胶不一样哈，这种胶。在台湾这个球，一个卖多少钱？600多块。那我拿这个球，因为厂商不让我卖，我就不愿意卖。因为我卖给消费者是多少？350，他给我300，我还要包装，他闪闪的一个这个，还有那个几个东西零件，好管的，还10万，而且啊，感谢。我把它装起来，我工钱50块钱，啊，寄给你们，还有邮寄的哈，所以事实上我没有赚一毛钱哈。那他们一直叫我说一定要卖600块，啊，我一直坚持不要，是我说我是给我学生用的，啊，后来他们夫妻怎么样，还是闹得不愉快哈，因为他们每一次生产，比如美国哪家厂商要10000颗。他已经做几颗，他不可能做10000颗，已经做怎样？超过，万一有些破的、瑕疵的，他可以拿进去，因为明天要交货，我不可能临时来做，啊，所以他一定会多出100-200颗、300-400颗，所以多出来那些，我说多出来都是给我，我来卖。啊，以前没有，以前就怎样，他就等剪掉，再请员工把它剪掉，垃圾车把它丢掉。他，啊，请垃圾车来要花钱，他，啊，员工减量要花钱，他老婆说你讨个派子，他就一三百了，他给群老师一三百，三百好多，三百以后